因为我刚刚看危机就有类似的哦，这不错不错，搜寻一下，先自己打。哎，他听这个，这是鬼吗？天哪，我搜寻一个关键字，出现了相关100多，是不是这个？啊，繁星这题很简单呢、欸。我知道啦，我要找正确的名字。我再来看一下啊。就小陈那一题不是吗？那一集不是那一题啊？对。对啊。那个、欸、其实我觉得小柯林你是在干什么哥布林哦？难。他的小图其实还蛮像的。哇塞。为什么你都要拿工作台出来啊，杰？我真的以为你在那个我要用他合成旗帜吧？哇，旗帜哦，他这个是一定是某个游戏或是的角色，可是我有点看不出来，怎么办？我想说巧克力会出那个他一直在玩的什么轻轨之类的。轻轨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因为我想说以你的 Wiki 为主啊。等一下，团团，我觉得你待会儿一定会被揍。哈利，我你是哪个角色？他眼睛后面还有眼睛哎。等一下，我们请日本博士介绍一下这几个怪的那个好了故事由来。哎、欸，跟我原本自己想的差不多。中了，团团中了，中了，耶、yeah! ！太好了，你是太强了，我要戳瞎，拿弓箭出来。那现在日本有好多的小镇、啊，完了完了，我不太确定，对啊，我不太确定哈基盖是什么了，还有什么博的，这个角色是哪一个啊？什么啊？哎呦，你们不行哦！我今天整个一都不行的、欸，有没有发现今天早上不参加了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点右键？哎、欸，铁针打不开哦，哦，没有放那个。你没放，那他打不开。其实是右键没反应，欸、你的右键坏掉了吗？你的神龙，你的神龙故障了。你的滑鼠坏了。反正你自己放一个铁针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乱登出啊！哎、欸，不行，哎、欸，我的伺服器有问题，我打不开。你？哎、欸，我可以、欸，哎啊，你们是不是那边爆 了？我也可以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哦，因为有可能是八个人的关系、啊、好恐怖哦。这只猪的名字是妖怪的名字、欸，哇！我不知道哈基这个是什麼……哎、欸，对耶，喵哈，我都忘记我下一个就是啊，难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说你待会就应该会很惨哦。杰瑞来 吧，我以为你是真，不是真，难怪我刚打错。小吧，生没有啦，生要故意也是。哇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你就看着它像什么，自己掰吧。Jerry 这个放弃啊，你就至少也是日本的妖怪就可以了。绿色就猜西瓜妖怪，咖啡色就猜巧克力妖怪。你们是都猜完了是不是？对啊，啊，我右边显示你们都还没猜完，这是网络的问题。还是你重登？你要登出再登录了。嗯。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代打，有要代打了啊！不行，他会看到题目了，应该是显示问题吧？没有，网络真的有可能真的有问题。可是假如说网络的话，你们不就会一下？不然你先猜好不好？先猜，对啊，那先猜看看。因为有可能是就是八个人，因为以前有。记得像是玩到一半也、啊、有了，没事、欸、没事、哦，不用蹲了。哇，我还算团团，团团，你后面那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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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思，没有意思。我要去搞一下。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！哈哈，去抽血了。恶心死了，是不好了。阿基，你同时在发作。阿基，我跟你说，我本来要出这一只、欸。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哎、欸！不行啊，这个怎么盖啊？啊！哇，他好杰瑞，你其实也蛮会猜的、欸。哇，阴阳师他好正哦、喔。只是他是名那个名字。盖阴阳师的、喔，大家都想盖阴阳师。只要盖阴阳师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只是看到是那个啦。我只猜有一点，差一些些而已。你猜的种类是一样。哦，有啊，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叫这个名字，说现在你们讲了我才知道。
我这一定是干神媒的、啊，拜托。干神媒的，神媒得多少钱？还给我了无限的童年，还有四星球。四星球？为什么他会给你四星球？哪里怪怪的？哎呦！你看，哎，啊，妈呀！要怎么弄出烟的效果？啊，我怎么觉得哇？我怎么好像已经知道你在干什么了？是不够白？那你要猜得到哦，我后面可不是你哦。能用这个，但我是下一棒是谁啊？是繁星吗？你的下一棒，你看你的左手边啊是谁、啊？是啊，是我啊。因为他们现在刚好在最两个边界。好，你想干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想对繁星干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怎么干？什么？你怎么不干？哎呀，真的哦。你是不是想要让我？你是不是想要？等一下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到底在讲什么？要给我你的特产。哦，笑哦，你们。他其实很好盖、欸，他自己交给你了。太长了，我简单版，简单版。对啊。有防烧吗？好想你，告诉你，有。不告诉你，这个烧掉。先烧看看、啊。感谢老鸡订阅啊！而且怎么可能盖阴阳师？盖出来你要盖民国几年啊？那个真的很累啊，其实。哦，还有舔耳朵的。这个应该到最后都不会歪吧？你到底你在搜什么、啊？我要找其他的图，一直往下滚，滚到有舔耳朵的、啊。你是不是又走歪了？又歪了？要不要本本出？又有本本了，又有本本了。此处有本。他自己是盖哪个版本的？我没有盖本本里面的版本，照字面上的盖，照字面上的盖、哦，因为太不舒服了，现在觉得好想吐。好感觉好恐怖哦！天哪、啊，不会啦，那集其实还好、啊。那只怪还蛮有名的。对啊。而且以哈基的个性看，我觉得你如果开台就被 ban 了。没有，我还没盖完呢、啊。我还没盖完。还没穿衣服。对啦，他先从裸体开始盖。要被 ban 了，要被 ban 了。没有，我没开台，我没开台，我没事。你不要害我们被 ban 哦。不会啊，我让他穿衣服。我让他穿衣服，我让他穿衣服。哎、欸，好了，真的，危机就是长这样子。我认真，我让他穿衣服了吗？不要这样，越穿越奇怪。他不会头越盖越大、啊，我一直长这样啊。哦，还有这个，很奇怪啊。巧克力，这个是阿芙罗吧？什么东西？你又我在修正，我在修正。OK， 完了。啊，赶快，赶快回避他，回避他。按下去，按下去。好不舒服、哦，这么夸张哦！这可是我们童年的女神呢、欸，一定要盖好。这个是你童年女神，不是啦，我又不知道你那什么。我看到有些图片有些图片没有，算了，不盖了。我觉得巧克力的下一家应该是猜得到啊，但是好笑。他的下一家不就是我吗？你那么努力。我可以不要猜到吗？我刚才很想猜那个、欸。秋风，你一定猜得到。我不要，我可以不要吗？你可以懂我，秋风。我不要，我不想。我好难过。很棒哦。我刚才应该真的应该要猜哥布林的。哇，你这会被 ban 啦！不用吧，我还会给他穿衣服啦。那裤子嘞？哈哈哈哈哈！谁穿裤子啊？
对啊，有穿衣服啊。没穿裤子，没穿裤子，他只包围了一个胸部。我穿了，我穿了啦，我穿了啦。真的不优啊！我看一下下一家是谁 ，David。OK。穿裤子不优啊？不是啊，我收到了就都没穿啊，所以你怎么都在看？你怎么收到了？会把关键字给我们？不是、啊，我们帮你检查一下是不是你都平常都是使用习惯是什么？不是啊，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哦，我觉得越描越黑了，完蛋了！老板，你为什么没开台啊？不行啊，不能开台。这是没开台才可以这样盖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是没开台的团团好可怕、啊。没有没有，而且他的下一家也没有开。等最后就知道了。不要这样哦，这个真的很难。你干嘛那么开心啊？你知道我真的，因为你旁边的巧克力，我真的瞬间觉得哇，巧克力盖得好棒哦！我一直都盖得很棒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那我觉得可以啊，很有艺术气息啊！你太艺术了，我不懂。团团没有录影吧？没有啊，可以啊，完了，到了。怎样？你们没有眼福了，就喵哈看过。对，只有我看过。他把那个女生的衣服脱了又穿。来，反正我们等一下最后的时候可以把它脱掉。那只能靠喵哈画出来了。要可以啦，去看那个审美里面的，有还原，有还原。我不要。可以。你难道没有下大雨吗？有，我刚刚去关数据机的时候，哇，雨超大、哦。我这边开始暴雨了，好恐怖哦！我在想，会不会跟这也有关呢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可能，那可能就换你要代打了。人流上阵。完美。可是要假装你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就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看过、啊。怎么像索尔啊？哎、欸，杰克，团团按得出来啊！玩好了，玩好了，玩好了，玩好了！我在盖衣服，要穿好，衣服要穿好了，衣服快穿好了，穿好了。对，穿好了。等一下，剩最后一个了。什么？他这个穿的就是超级短的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好了。他穿的就是 One Piece， 哇，就是 One Piece。我按了。哦，好。哇，这什么啊？哦，这个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不想猜了。杰克，你为什么要盖烽火台啊？没有，我没有盖烽火台、啊。我已经尽量了，秋风一定懂了。我尽量了，不要这样。脖子都不见了。毛西，这什么啊？我在干什么、啊？我估到了就是这样啊！而且你的提示我也看不懂。他的脖子嘞 ？Google 看看。他的脖子嘞？他的脖子嘞？蝴蝶结也不见了。嗯，是这个吗？嗯，感觉应该是这个哦。哇，什么东东啊？我打简单一点名字好了。刚错 F， 都还那么强。他皮盖的还蛮蛮，我是不是要故意拆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搞死下一家。猜的跟巧克力有关，对不对？小黑人什么？哎、欸，那可以还原到上一家。巧克力知道我要猜什么是？太有点。秋风，秋风，你我这个盖的明明很棒，你这样子可以。对啊，要凭你的真心。哇！撩妹子你的良心啊！好了，猜好了，猜好了，好不好？嗯。我知道，看这个提示，我只觉得这个吧。这个开头的、啊、也只有是东东了。这个开头应该毫无悬念。
这个就不懂啊。你怎么笑成这样？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团团，你应该把这提示给打掉。哎呀，好了，哎呦，这个、哎、这个算杰瑞猜的哦，我猜的好特别哦。哦，这个算哦。哎、欸，杰瑞，你刚刚是猜哈基盖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那我不敢 Google 了，怎么办？我怕了。秋风那个。